第十五题，十五题，十六题是题主。传说在西元前七世纪，一名古埃及皇宫的厨师不小心打翻一罐食用油。当时因为厨房正忙碌着，因此他只好先用炉灶内的炭灰、草木灰覆盖地上的油脂，心想等忙完之后再来处理这恼人的油腻。当忙完厨房餐点后，他直接用手将这些浸透油脂的炭灰捧到室外扔掉。原本以为沾满炭灰和油污的手一定很难清洗，然而却出乎意料，当他把手放到水中，竟然只轻搓几下便将手上的油腻都洗掉了，而且还洗得非常干净呢。第十五题是问，请推论炭灰、草木灰的主要成分为下列哪一种化合物？老师在之前教我们的酸碱盐的时候就教过，草木灰的成分是碳酸钾。那么如果忘记了，那我们来猜一猜，这里是要跟油作用，然后产生皂化反应，所以它必须是碱，油加碱会产生皂化反应。草酸跟碳酸呢都是酸，所以它不会是我需要的碱。而碳酸钙在国中的教法里，它不溶于水，所以它也不会呈碱性，所以答案不会是 A，不会是 C，不会是 猪，就只剩下 B，碳酸钾。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请推论碳灰、草木灰的主要成分为下列哪一种化合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碳酸钾。